盘点来自姐姐的血脉压制。哭哭哭，一天劲儿的哭。你这是啥呀？三加五等于八，五加三等于二，怎么算的？不要玩能量岛的火吗？能量岛有发动大火，是这么大还是这么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是多大啊？那还不是你说的算，那还不是你说的算。Everybody be good. Bigger time, bigger time, bigger time, time, bigger, bigger time, bigger time, bigger. Next. 坚持它。姐，你借我100块钱呗。家里最漂亮的人。姐姐，谁是老大？姐姐，你以后听谁的话？姐姐，挣了钱给谁花？姐姐，你今年的压岁钱要交给谁？姐姐，好。一个字，绝！我要穿这样，我这眼想干啥你？我是 rapper， 你再说一遍，我是 rapper。你的 chicken 呢？你的 freestyle。我看你咋当 rapper， 你 underground， 不当 rapper。你暂停三次的字是什么？代表了你现在的真实状态。Next， 这是你俩直接把我气着了呀！你俩有没有暂时这个空格呀？你俩给我收拾，收拾完必须交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不服？服了！大点声！服了！服了没？服了！替姐姐，你过来替姐姐，反击很低。对不起。Next. 算是吧。他们俩写作业，我给他写完作业呢，他们俩搁那玩，然后就不知道咋的，成异常似的。这个孩子本来俩都是自己的，那玩意儿也不能拉偏家的，那怎么拉偏家？别看了，走回睡觉去。还看一会儿。怪兽就能洞悉周围所有的动静。越是偷袭，小庄，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啥去？看一会儿呗。回家。回去干啥呀？睡觉啊？睡觉。Next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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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, it's me. Next.枪头凭什么来抓我？知道道德叫法律吗？你懂不懂啊？政治有没有学好啊？跟个没脑一样，语文没学好，数学没学好，英语没学好，你还能学好什么？语文八十多分，你就自己能跟你吵架吗？吵架的话吵不过别人，我说话你一句能猜得上吗？干不干？你要闹不过我和姐姐吵架，她没吵赢姐姐，然后她自己就哭了，跑过去打她姐，打也打不赢。刚开始他俩是打着玩的，弟弟把姐姐打痛了，姐姐就还手了，把弟弟按在地上打了一顿。妈妈，姐姐又打我，给你拿着去打他。我不要，妈妈陪你去，拿着。Next. Next. 但是我长大以后对姐姐很好，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着给姐姐。不打不过你，我还打不过你那狗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借我拿的是能用的吗？你快打我思路吧，那丽丽，打扫卫生，你能不能？搞电视，做家务，你能不能？正经的打姐鸡啊，鸡啊，鸡啊！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大师呀！我起来，你起来咋的？你等我感冒好了，你感冒好了，你能咋地？姐姐作业没写完，不能看电视。赵天宇，干什么？喂，又好看的，又好看的。
他又吃饭的时候皮嘛，他就一边吃一边玩，弄得身上可脏了。然后姐姐就想出这么个辙，反正是给他顶在那个墙上。然后弟弟还吃的挺香的，这个辙就感觉特别搞笑。Next. 啊、嗯，你别笑。就这。姐，别出去！姐，撒开！哦，完了！你有病吧？开了！谁给你勇气？人是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道歉！道歉！啥干啥啊？哪天我们飞机走后，你这七八字拼命喊妈救你！吃西瓜，吃西瓜！哎呦我的妈！Next， 挑衅，干嘛？告告诉我。姐姐在看他写作业，作业没写完，他姐姐就不让他下去玩，他就对着那个路由器，就是那个路由器有竖着的几根天线，就好像奶奶求生带壳的那个插的枪，就特别前自己说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当姐姐的快乐。他回来我就不怕，大不了我忍了一两天，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，难道我就没时间收拾你吗？爸妈不在家，姐不在家，你看我揍不揍你？我太难了，大早上就开始嚷，就你事儿多。我打你，来往这打，来你敢打，来往这打，来你说了再研究我，你再给我缓一下，求你我一会儿，治不了你那个憋味儿，是不是？一天天的。
Next. 这是大美女。这是大美女。哎呀，这么写吗？我考完第一段就